首《哑巴新娘》送给家人们，好看吗？感谢关注我。我今天眼睛有点肿，我这双眼皮儿感觉在别扭。感谢东皇哥哥，喜欢咱们喜欢猴舞蹈的朋友，咱们可以小心心走一走啊，我们可以助力一下猴头顶上的心愿任务，朋友们。想一想，双眼皮儿有点肿，就是有点别扭，睁眼有点别扭，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听的。燃烧我的一切，燃烧我的。感谢二丫，谢二丫的小花花，谢胡胡哥的小心心，喝个水。燃烧你的痴情，不再流泪。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听的，有想点的吗？东皇哥哥，上海天哥哥，有没有什么想听的，有没有喜欢的？感谢灯牌，谢谢。一起抽抽屏啊，朋友们，咱们一起抽抽屏，点点赞了。稍微小喘一下。白夜直播，我白天加播的，白天加播的，晚上正常播，晚上是正常播，白天是加播的。然后白天看情况，如果我白天没事儿没工作的话，就可以播一播。晚上反正是目前来说是肯定会播的。晚安玲玲，谢谢玲玲的小心心。燃烧我的一切，燃烧，对，其实我也没有听过这个歌，这歌也是咱们家人推荐给我的，介绍给我的，是个好像说是个电视剧里面的主题曲吧，还是啥不知道。哑巴新娘，阿巴阿巴，我看看。不再流泪，这是琼瑶剧吗？不知道呀，没有看过，没怎么看过琼瑶剧，就小时候看过那叫什么《还珠格格》，小时候。感谢沉默是金，谢谢琳琳，我们有小心心，咱们小心心真正榜啊，小心心咱们冲一冲1000了，我们现在是830多，咱们差的不多，能助力我们可以助助力，好吧，可以。感谢谢红峰哥的5分积分卡。我因为这个我应该已经被淘汰了吧，是吧？不是公会主播进不去，根本就。你想啊，看看是什么主播，跳舞的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是什么唱歌主播？我是唱歌的，你是跳舞的。对，那我们玩一把才艺。行，好嘞，谁输谁来，好吧？过程不过百，偷塔不算赢哈。OK， 欢迎我夏天哥哥。感谢紫云的灯牌，嘟嘟嘟嘟嘟嘟。哇，现在稍微小喘一下。玩一把，我们歇一小会儿，喘口气儿。感谢我们宁哥，谢谢我们宁宁哥哥的爱你。李欣，感谢我们宁宁哥哥。谢谢我们380哥哥的小心心，欢迎咱们新进家人们，新进家人们的美味直播间是什么鬼？新进直播间的美味家人们，新进家人们的美味直播间，我这说的是人话吗？感谢乐天哥，谢谢三笨哥，感谢沉默是金，谢谢送我的小心心，谢谢关注。对
这嘴，离家出走，侯星话，新进家人们的微微直播间，被我自己给逗乐了。感谢我们乐天哥哥，谢我们乐天哥哥的小星星雨，小星星雨，猴星话，李皮球是什么的？喵星的，我是猴星的。咱们能点赞的朋友们也可以点点赞啊，朋友们。要是不出意外的话，就是可能就是白天可能会播一播，但不是绝对，反正晚上是肯定会在的。感谢宝贝哥的5分积分卡，感谢我们乐天哥的小星星，小星星雨。点点赞哦，朋友们，能助力的朋友们可以助助力哦。谢谢380哥哥，感谢。感谢灯牌。谢我们东皇哥哥的千尺鹤，感谢我们东皇哥哥。谢三笨哥哥的人气飘飘，感谢关注。感谢 LJ， 谢谢关注，感谢分享。来，我们来，咱们那个能助力的朋友们一起众筹一下哦，朋友们。咱们能助力的朋友们一起众筹一下啦。感谢谢谢千峰的5分积分卡，5分积分卡雨。感谢远方哥哥，谢远方哥哥的小花花。哎，我手机呢？啊。感谢380哥哥的小星星。我们能守塔的朋友，咱们一会儿可以一起守守塔哦。感谢我们乐天哥哥的人气飘飘，谢谢乐天哥。Peel Peel， 感谢关注。今天中午是红猴，小红猴。哎，我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回来，就是看改个网名，但是我还没有想好，没有想好。其实这名字怎么说也还好，我觉得这名字倒是蛮有个性的，其实。是不是？感谢灯牌，我们还有20来秒钟哦，朋友们，咱们还有20来秒钟，我们能守塔的朋友，咱们可以一起守塔。蓝小知己的灯牌，最后5秒钟啊。我们终于赢一回了，感谢我们宁玲哥哥，谢谢我们宁玲哥哥的爱你，感谢谢谢李欣，感谢我们东皇哥哥，谢谢，感谢乐天哥，谢谢380哥哥，感谢三笨哥，谢谢远方哥，感谢宝贝哥哥，谢谢千峰，感谢齐正哥，谢谢沉默是金，谢谢我们助力的每位家人们。哦，小姐姐好，嗯，中午好。来一猴呀，公屏上我们走一波南下。哎呀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你好。嗯，那我来唱一首吧。好嘞。嗯，你们家有没有喜欢听的歌要点的歌？都行，你看着来吧。你唱啥方便？嗯，三个调了是吧？嗯，行。那我唱个啥呢？我想一想。你们喜欢听哪一种类型的呀？嗯，感谢灯牌，不会重名儿，那倒是。你是我的格桑花吧，好不好？好的。不知道唱什么，嗯，
好，如果咱俩能合作一曲会更好。下次如果我们俩能合作一曲就好了。好，嗯，因为我刚坐下。看来你是不想跳。行，那我来唱吧。明知道不能在一起。还没等到高山上的雪融化，我就等不及要出发。在你离开前，我要去采一束最先盛开的格桑花。不能陪你去到海角天涯，就让花儿替我陪着你吧。如果太阳下山我还没回来，你走吧，不用再等我了。其实我知道这一世缘分尽了，遗憾心里还藏着几句话。明知道不可能陪你过完余生，这些情话不说了也罢。不管老天要收回我的繁华，就当今生和你相遇的代价。再回头看看你走过的草原，你那里也消失了吧。山下的雪越下越大，可是我还没找到一朵花。原来爱情不能把雪融化，可我不甘心就这么倒下。我的脚步已走不动了，也许我应该希望有一天你经过这里，我身上开出格桑花。谢谢大家掌声，感谢哥哥们的小礼物。好嘞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然后好嘞，不辛苦，不辛苦，不辛苦啊！就是这首歌把你吸引了直播间来了是吗？好，好，行，那个。好的，拜拜。我可以给你关注一下，回头我们下次再合作。好嘞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嗯，这首歌把你给吸引进来的是吗？那我得给你感谢关注。哦，对面主播他是40多级、43级的大姐。互关一下，发现是43级的大姐。感谢七彩哥哥的大啤酒。有没有什么想听的宁宁歌？有没有要点的？要点一首你喜欢的吗？感谢灯牌，我们一起戳戳屏啊，朋友们，咱们一起点点赞。大姐也直播的，因为好多好多主播，他们都就是刷票级别，就是30-40级，还有40-50级的，不知道。我是多少级？我好像是20多，20多级。就是有时候万一要是吧，点进人直播间，然后就是尤其有时候要互关主播呀什么的，也不好意思，然后给人稍微，咱是吧，就是咱要不就别去，要不就别开自己号去，开自己号去的话是吧？哎，伙伴号你来了什么？我一般我就是吧，咱就是写小礼物，咱就是是吧，就是礼貌型。22级，我吉祥数嘛，我横竖都是二。除此以外，我不怎么看直播。而且我看他们有的就喜欢看那种男主播，就是男主播跳那叫什么，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，就是火车摇那种类型的男主跳。他们好多女孩很喜欢看那种，我不太喜欢看。欢迎志成哥，个人不太喜欢。来，我们跳个舞啊，跳个舞。啊，我有看过直播，我看过那个小熊猫。
动物园的动物园，我不是特别喜欢小熊猫嘛，你们知道吧？就是，然后现在有的动物园，然后他们就有时候直播小熊猫，然后给它喂竹叶苹果，蛮可爱的。小熊猫有那么可爱？你说怎么才能做小动物园的饲养员啊？要不养小老虎也行，小老虎、小狮子、幼崽啊那种，感觉哎呀，是吧？我能分分钟我能给它撸秃。小熊猫现在很火的，小熊猫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不是大熊猫的幼崽啊，就是小熊猫。男的有跳肚皮舞的，中午好，中午好，志成哥。我你们不许说我幼稚啊，你们不许嫌我幼稚，我是觉得就是挺可爱的，而且就是感觉小动物们就是很单纯，然后很简单，就是比较喜欢看。感谢胡胡哥，谢谢胡胡哥的爱你哟，恭喜胡胡哥升级到29级了，恭喜生猴。等半个多月，哎呀，现在熬着吧，熬着吧。这多可爱！别说我幼稚，真的不要说我幼，我连那个口罩我都是小熊猫的。我一会儿可以去我屋里拿给你们看看，还是挺逗的。我跳个舞啊，我们跳个舞。宁哥，你有想听的就跟猴猴说哈，别不好意思哈。感谢飞的大啤酒，谢谢胡哥。来，我们挑个舞兜的，你们想看古典一点的，还是民族一点的，当代？想看哪一种啊？想看古典点的、民族点的、当代点的？古典点的，一扣一；民族点的扣二；当代点的扣三。看大家想看哪一种。为什么一个人发呆？是否还有一些无奈？不如和我一起摇摆，都好，尽情的享受现在。我是电影之王，谁是电影之王？你是电影之王，谁是电影之王？我是电影之王，谁是电影之王？我看着安排一首啊。
掌声走一波哟，朋友们！他的家人们有啥想听的？一条绿色的天路，牵着我到天门口，轻轻地走进你，可能是你的牵手。我去给你们看那个小熊猫去啊！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一下吧，那个。静静地聆听着，聆听你。
说我幼稚啊。小熊猫，丢，还有个口罩，这个，这算是什么？小熊猫的忠实粉丝是吧？咱摸不着那个，就是动物园里头，咱还不能买个假的摸一摸吗？就是我就是这么想的。盘它就哎，等我用一段时间，然后就发现这个小熊猫这块头这块地中海的秃了。依偎在你的胸。好玩吗？我觉得挺可爱，主要是确实是。这没有，这肯定是真的摸不着的，就是真的摸，我还不能摸个假的吗？是不是？摸个假的过过瘾吗？感谢醉梦，感谢醉梦哥哥的大墨镜。不，这是小熊猫，小浣熊是是灰白色的，小熊猫是灰白色的，而且是尖嘴的，你可以搜一搜，不太一样。不要说我幼稚哦，觉得蛮可爱的。听着，在网上云溪小能，溪小能，看看你们一会儿有没有什么想听的。感谢兵哥，谢谢兵哥的小心心。就他是个小包，就是你就搁个钥匙啥的，就是刷网上，然后给他。挺可爱的，就现在兵哥的小心心，看看家人们有想点的吗？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想点的，有没有什么喜欢的？刚那个是个藏族歌曲，都是熊的，他好像是，就是反正我以前以为它是熊壳，它好像是专门有一个壳，就是它就叫小熊猫壳。我去动物园看过，就跟小狗差不多大，就是小型犬，但是尾巴很大，跟小型犬差不多大小，蛮可爱的。吃竹子，喜欢吃苹果，竹叶吧。哎呀，你说，哎，好像就是当熊猫也好，大熊猫也好，小熊猫饲养员好像都得是学过专业的，就是什么牧畜类的那个专业，学错了不应该学舞蹈，学错专业了，时常感慨学错专业了。学一个牧畜专业，然后去当铲屎官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 ，Hello， 你是才艺主播？哦，对。那我们玩把才艺，那就行，谁输谁来？都表演吗？还是谁输谁来？谁输谁来一段吧。好，可以。好，行，那闭会儿麦。噔噔噔噔噔，需要分享。小熊猫把它撸秃了，小老虎、小狮子我都给它撸秃了。我从小特别喜欢小动物，因为毛茸茸的，毛茸茸毛毛虫除外啊，不是毛毛虫，就是像那个小时候养过小兔子、小鸡、小鸭子。还有什么？感谢我们醉梦哥的小心心与比心。小狗也养过。小狗那会儿就是，好像还穿，那会儿还住平房了，穿了个红肚兜，然后牵了个狗绳，在院里头溜达。感谢关注，谢谢。
来，我们真正榜吧，朋友们，咱们能助力的朋友们可以一起众筹一下啦！感谢我们志成哥，谢谢我们志成哥的小星星鱼、小熊猫、小兔子、小鱼。要有的就是没了，就心里很难过。我以前还就是我养的小动物要没了，然后我还向上天祈求，我说把我的十年二十年的寿命给他吧，让他好好能活下去。然后结果也没有回来，就哭嗷嗷的。感谢太阳花儿，谢送我的小心心，谢谢东皇哥哥，感谢。傻哦，我就是也是比较重感情吧，就是觉得有情义这种，然后就希望他好，就这种很简单的那种。希望他好，希望他好好活着。傻丫头，我傻猴子。哎，我们一起众筹一下啦，朋友们，咱们有小心心的朋友们，小心心真正宝，那小心心我们现在是1520，我们可以冲一冲1800。少放盐，多放辣。哎，我真的，我们家就是我从小到大到现在就我就没有吃过一条什么活鱼啊、虾呀、什么这种似的。就是以前邻居钓完了然后给我们，然后我就把它放缸里头养着。我还有一个鱼养了1年半，就是也正常吃鱼食，就是它就搁鱼缸里头养着。感谢我们志成哥，谢谢我们志成哥的爱你，感谢我们志成哥。养了1年半，然后后来没了那条鱼，就好像是人家就是邻居钓的鱼，然后觉得我们家不是养猫嘛，但是活的，下不去手。感谢谢谢醉梦的5分积分卡，感谢我们志成哥哥，谢谢我们志成哥哥的爱你，谢谢我们志成哥。不许笑我，不许笑我。我们还有20秒钟啊，咱们能收塔的话，我们一起收收塔，家人们。咱们能收塔的朋友们一起收收塔，还有十五秒钟。还有最后10秒钟。谢我们志成哥哥，感谢我们志成哥，谢谢，感谢醉梦哥哥，谢谢，谢380哥哥，感谢山海听哥哥，谢谢用户217，谢谢，谢谢东皇哥，感谢千叶花，谢谢太阳花，感谢盐四个火易，哎，四个火念什么？易盐啊？公屏上我们走一波拿下。Hello 美女。嗯 ，Hello。嗯，那我来首歌吧哈。哎，好嘞。嗯，你们家哥哥有没有想听的？都行，就是想着安排吧，都可以。好。我唱首芙蓉雨吧，来一首芙蓉雨吧。好，欢迎追梦少年。
歌。芦花香，人影，热闹世人总不随他，陪身为轻声而退，都淡了一枝眉眼中伤，花船开心碎疼，谁不蹙眉偏去风沙，一捧窗月色轻狂，偶闻的余温一席话，试问多一封情又怎地，站在别人的雨季，淋湿自己空叹一出戏，空望他功成名就又怎地，豆腐换成金玉衣，岂不知你已在花里。好嘞，好，辛苦了。看看，嗯，不辛苦了。好的，那我们撤了，宝子，一路长虹、一路长虹，拜拜。嗯。欢迎我们风水哥，中午好。不是哥，给你看我的小熊猫可爱不？这小熊猫，看没事我就撸它，我只要没事我就撸它。欢迎我们冬天哥哥，中午好。你看我这口罩，你看这也是小熊猫的。为什么一个人发呆？是否还？些无奈，不如和我一起摇摆，尽情的享受现在。连接吗？好像是某宝上头的吧，小熊猫博物馆吧，好像是。我是电影之王。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想点的？这是小熊猫呀、哎，这不是撸不着真的吗？就是真的，人家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那肯定是吧？咱就是撸个假的玩一下，就是过过瘾。听你们唱歌，光儿哥吃饭了没有？不许说我幼稚啊，觉得特别的可爱，小熊猫控，对，特别喜欢小熊猫。刚吃完，等会儿上班辛苦嘞。你有想听的吗？也可以跟猴猴说啊。我是定制王，我还没吃饭了，我又播一会儿下播吃饭了。是否还有一些无奈？食堂不开老麻烦，你们食堂饭好吃吗？那都只能就是出去吃或者点外卖什么的呗，是不是？以前我们团那个食堂那个饭老好吃了，好吃的我都不能去，好吃的我后来我都不敢去了，就是长胖。就是中午吃饭不用，就那会儿就是中午吃饭不用花钱，团里面，然后部队不都伙食挺好的吗？然后，但是关键咱是舞蹈演员，咱就是老吃那玩意儿，就他胖了，他笑死，好吃到不敢去吃。唱首歌。
不行啊，那就只能去周边看看附近有没有那种开着的那种餐馆。暮月纷纷缺斜阳，松下青苔伴着了茶汤，一杯醇香斗雪，流水慢慢响，流水葫芦花空思量，晚风切莫扫小月光，又唤琴声又唤柳风凉，放下情丝万丈，抵岁月柔肠，转身入山水亮茫茫。是南方下的雨，是隔夜的风絮，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樱花落满地，是烛影拂风起，夜已听空来去。啊，清澈如许。那首《香雪池》送给家人们。又唤琴声又唤柳风凉，放下情丝万丈，抵岁月柔肠，转身入山水亮茫茫。是南方下的雨，是隔夜的风絮，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樱花落满地，是烛影拂风起，夜已听空来去。啊，清澈如许。是南方下的雨，是隔夜的风絮，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樱花落满地，是烛影拂风起，夜已听空来去。皮克说了可以唱歌，但是他们一般你看你的名字他都肯定说啊你跳舞吧什么巴拉巴拉，就是你像刚刚的说有那主播说我不愿意跳，我不是我不愿意跳，我说我平时一直在跳舞，说本来我坐下来咱玩一把，其实我就是稍微喘口气儿，就是稍微喘口气儿，然后那输了的话那没办法是吧，那就跳一跳了，如果赢了的话我就想稍微歇一会儿，然后等那个什么等完事儿了再回家再跳什么的。羡慕风儿哥的热气球，感谢我风儿哥。风儿哥要点一首你们想听的吗？看看家人们还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，喜欢的曲子。我是一会儿我就准备下播了，我中午还没吃饭了。我今天眼睛用我们天津话是倍儿别扭，就我这双眼皮儿，双眼皮有点肿，有点别扭。不了，你得上班去了。好的，辛苦了辛苦了，去吧去吧。
去吧，皮卡丘。我也吃饭去了，我中午还没吃了。那大家点点关注吧，朋友们。然后我也干饭去了，晚上再播。真是我唱的，对，是我唱的。要不我给你清唱一下。现在单位不能回家，都封怕了。哎，现在特殊时期，欢迎我们无语哥哥。我给你看看那词儿啊，怎么个词儿？五月纷纷牵夕阳，松下茶台。哎，看错字了。松下青苔伴着了茶汤，一杯醇香斗雪，流水慢慢响，流水葫芦花空思量。就这，感谢谢静待花开。看看家人们点的，我也下播播了哟。怎么这个时间加播啊？因为我晚上播的太吃力了，然后我就这几天一直就是播两场，白天加播一下。走阳街带风吹，也低潮。感谢217的小花花，看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想听的。吴宇哥，你要点一首吗？中天哥哥要点一首吗？不需要再挂机吗？还是休息了？谢谢我们吴宇哥哥的大滴滴，不行。吴宇哥哥要点一首你喜欢的曲子吗？感谢关注。点没有想点，有想点的吗？看看你们要点，我们跳一首。不点我一会儿我就下播吃饭去了。看我累了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你有想听的就跟猴子说一个，点一个吧，五月哥。点一个，点一个，点一个。杨一福的灯牌。或者，说一个类别的也可以，就是比如说想看草原的，或者想看啥。好早已经变气如虚，心死了或许。我把这个放下。想听《今夜草原有雨》还是《游牧时光》啊？
己的流浪，换一个在你心里繁麻的地方，像那游牧的人们一样，把寂寞忧伤都看到天上。我愿我所有的愿望追随你，走在每个迁徙的牧场，像我放过的马儿一样，让爱的旅途都沾满阳光。是你在我身上刻下游牧时光，我愿把心放在你的歌声里飞翔。今夜对酒月亮，思念风吹草浪，有你相守在身旁，我醉了又何妨。空军一号，大灰鲸向您驶来。
谢谢我们吴宇哥，微信感谢我们吴宇哥哥的直升机和私人大飞机，谢谢我们吴宇哥微信。好看吗？一首《游牧时光》送给我们吴宇哥哥，还有咱们家人们。毕竟，大家喜欢看舞蹈的朋友，咱们都可以点点好好的关注哈。然后每天晚上是10点钟做，10点多点直播。然后白天的话，不定时，如果我白天没有别的工作的情况下，就可能会加播一下。反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点点好好的关注。比心怕寂寞看看我们吴宇哥还有想听的没。吴宇哥你吃饭了没啊？吃中饭了没？在上班不？追随你走在每个清晰的看看你们还有没有啥想点的，没有的话我一会儿我就下播吃饭去了，还没有吃中午饭呢，然后晚上见吧，晚上再和大家见面了，说过了我累了，对我挑半天了挑傻了。那我就准备下播吃饭去了，吴宇哥哥那个晚上咱们再见面了，好吧，晚上再给你们跳其他的好看的舞蹈。比心再次谢谢我们吴宇哥哥，比心谢谢我们吴宇哥，我来卸下宝，好吧，吴宇哥也好好休息一下，午安呢，感谢我们吴宇哥，谢谢我们东皇哥哥，感谢上海听哥哥，也谢谢我们榜上的每一位好朋友，感谢大家的捧场和支持，午安了家人们，晚上见哦。拜拜，午安，晚上见，晚上老时间哈、拜拜。